小苹果的脸色怎么看起来有一点苍白？苹果妹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她到底怎么了？我真的好担心她哦，我该怎么做呢 ？What can I do？ 啊，对了，就这么办，我用我的外套代替我的拥抱，温暖了她的身体，也温暖她的心。苹果，你看我这件外套的材质是真皮的哦。哦，明明，哎，这摸起来材质应该是合成皮，夜市399一件，最廉价的那一种哎。徐家宝，嘉玲。早餐，我的。魏永信拿给我。哦，安宝。你越来越受欢迎，连密码都从流川枫移情别恋到你身上，我真的好难过。李家宝，没关系，我不在意。我有玲玲，你们保安是最棒的。对啊，我也不在意。密码，我的心是欧嘉玲的，你的在那边，所以。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。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你妹要我转交给你的。担心，这个你吃，我不饿。好啊。现在也太安静了吧？齐家宝到底是多讨厌他妹啊？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妈生的？齐家宝跟齐家珍本来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啊！前几年啊，我有参加过齐家珍的生日派对，齐家宝没有出现。我在猜啊，他们感情应该不是很好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必胜高三生。